提起日本漫画《蓝儿当入樽》，属于不少八九十年代年轻人的童年回忆。改编自这套漫画的动画电影《The First Slam Dunk》在星期三举行首映礼。Anson Con、Stanley 优士俊、Eden 女将安和193国家俊等等出席活动，吸引数百的 fans 到场支持。咁啱寻日是 Eden 的农历生日， fans 除了以环福祝他生日快乐之外，更加合唱生日歌为他贺寿。而 Eden 听到之后立刻双手合十向 fans 表示谢意。他们四个就说自细已经是漫画版的 fans， AK 更加收藏了一个1:1的樱木花道公仔，中话自己和樱木花道好鬼似，都是为了哄女仔欢心才是学打波。我其实我细个我的主项的运动不是篮球，是踢波的。咁真系嘅系，当然系嗰时有同班有个心仪的女仔，咁啊好想吸引到佢注意力。咁我自问就系咧，又唔可以靠读书去吸引人啦，咁啊梗系唯有靠运动噶啦，样都得啦。我细个薯啲嘅 ，OK。咁成功唔成功？唔緊要 ，OK OK， 唔好提啦。哇，你係樱木花道嘅故事嚟嘅，系啊，系唔得噶。Eden 和193同樣是1月生日， Eden 就說會在工作中度過，而193就已經請了長假去旅行，希望能夠飛到去英國休息。難得請了一個長一點的假，你就可以去遠一點，希望自己去，跟住生日屋企人會來跟我一起慶祝的。難得現在賺到錢就請家人去旅行，因為其實我都是他們給錢去旅行嘛。阿爸阿媽、阿妹，我諗緊請唔請咯。哇！你咁衰佢咧，因為有啲貴咯，其實都機票同酒店咯。阿妹以前冇供養過我啊嘛，你就分到咁多，黐線數口超勁啊！